要按怎成就一切善法？到什么时阵成就这一切善法？那就是这部经开端，世尊教导咱的啊。第一呀，上念善法，第二呀，就是不敢断啦。心内啊，真正是有十善业道，定定藏在心内。思维善法，这嘛是第二呀，不断的这个思维善法，诸上善啊。咱对早到暗，对人啊，对事啊，对物，拢得爱用善来个相待啊。用这十善来对待。第三呢，教咱就也观察一切善法。这个观察的就是奉行。把你的尊心，把你的思想，都是在你的生活行为当中，你才会去成就一切善法。善法到个顺境啊，个圆满咯，这个人啊，就去证到啊无上菩提啊，这就是啊究竟。我还没得复购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